能阻止的是吧？就是幕后要阻止，目前可以不用。那我就在目前多学一点。啊、其实我还蛮想吃那个糖油粑粑的，就你们在对那个裁判的时候，我突然很想吃。粑粑。对，还有粑粑。你说成糖油粑粑。I like to eat, eat.Hello，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。早上起来，我们多少都会有些水肿。那平常我自己消水肿的方式呢，要不就是喝玉米须茶，还有要不就是这个黑咖啡。其实它携带也非常方便，就这么一小包，把它拆出来，然后倒在杯子里。不仅仅是能够让自己更精神，而且是能够很好的消水肿的方式。那平常除了这个黑咖啡呢，其实我平常身上还有随身携带这个蛋白棒，一方面是补充自己的饥饿感，还有一方面是补充自己的这个体能，味道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，出发工作喽。是长沙菜。对对对。那这一次这个美食整个旅程你觉得开心吗？开心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我们长沙路嘛，因为其实长沙我也算半个美食博主，但是长沙有太多好吃的我还没有去品尝过了。这一次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吃到了有很多宝藏店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。